已经分开6天10个小时了，我想死你了。哪有那么久？而且我还给你打了电话。那不行，打电话又听得见摸不到的，还不如不打。那这是你说的，我以后就不给你打电话了。反正我每天都很忙，根本就管不到你。别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开玩笑的。我巴不得天天都见到你，但是就像你说的呀，我们现在在紧要关头，为了扳倒徐伯钧，我们必须要忍耐。是啊，我真希望这一天能赶紧到来，这样我就可以光明正大的把你娶进门，不用这么偷偷摸摸的。